来吧，这个是什么狗？说马犬不像马犬，说东德的吧，咱也对东德不是太了解，反正是看家护院，这个绝对够用。这谁的你的吧？不是你的啊？谁的？是谁的？别问谁的了，咱不一定买。这狗应该是，我真看不出来它是不是东德。有了这些马犬和狼青也交配，也能生出来这种颜色。现在所以说有点混血的太多了。这个看家护院还可以哈，这是公的母的，母的。这个以前就在家就相当于大狼狗，看家护院大狼狗，这是德牧。这价格应该高不了哪去，他如果按懂得的价格的话，就能价格高。哎，咱再看看还有啥狗啊？这三级了，这边还有边牧。你看这个边牧，捅的那么好，大家能仔细看一下哈。这染色了哈，我给你拉过来看看啊。你看这颜色，这染的，你太低级了呗。就是个那个新手嘞，没见过狗的他能看出来这是染的，这太低，手法太低端了。这多少钱这个？哎，长得那么好这个，你看七倍三桶到位，这真漂亮这个狗，2500卖给我吧，别1800了。哈哈哈，你长得狗都得卖3000-4000，那么漂亮，拿走吧，我没钱。这谁的手法？啊，老板，这谁的手法？长得哪样？那真会长，长那比得带他洗个澡都变黑。这拉拉不能，那天买他拉拉挺好的，他拉拉那天是买了这一个哈，是买了也是母的，是800买的，那个也是胖，现在放俺那个放俺家养着嘞，我帮那个粉丝代养了几天，他说旅游去了，过2天就回家。800买了一条这样的哈，比这个还头还大嘞，我买的比这个头还大嘞。他这个现在也得600能拿下吧？哎，老板，这个600能拿走了不？得多少钱？你越来越气我，这个金毛不错啊，他家这个金毛不错，看看，哎，你看看这边有2个金面，这金面多好，这金面。你看，一点颜色都没动，一点也没上色。这边有一块眉毛哈，昨天给我那个大哥拍的，他说这个眉毛这边有点白的，他都不要了。这个其实挺好看的，这一个小胖墩儿。边牧这两天有点多，还科技有点多，这边牧还有2800嘞，这不要收摊了哈。这边还有金毛，这双月童金毛，三级了应该便宜点。也得1000多，那估量毛色。哎，这金毛都啥价？现在3级了。3000。你看我理你不？3000，气我！都3级的买卖了，还3000？你卖给谁去？哪个大院中买？现在3000，气我，对不？这柯基啊，这是小柯基，比熊泰迪、萨摩耶、吉娃娃。泰迪，香槟泰迪，黑色泰迪，我就看你了。这个小黑泰迪哈，几百块钱。这吉娃娃贵，吉娃娃得上千。吉娃娃一定要摸它头顶，必须带天坑。你仔细摸吧，只要是纯种的吉娃娃，必须带天坑，头上一个窟窿哈，天坑就是头上一个窟窿。那个，今天就到这里吧，关注一下，这都3级了，我是随便逛一逛哈。今天也不砍价，这边有成年的泰迪啊，他家的狗有点贵哈、啊，成年的泰迪，7-8个月的、6-7个月的都有啊。看还有这比熊，这边还有高加索，还有松狮哈、啊，还有苏格兰牧羊犬啊，苏格兰牧羊犬卖给天津那个大哥那个好，这是纯种的苏格兰啊，看小鹿犬。来关注一下吧，关注一下吧，今天就到这里啊。